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宝本疑问品第三，造世度生布施设斋，名为求福，不可将福变为功德，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。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，念念无智，常见本性，真实妙用，名为功德。内心谦下是功，外行于理是德，自性建立万法是功，心体离念是德，不离自性是功，应用无染是德。若密功德法身，但依此作是真功德。若修功德之人，心急不清，常行普净，心常亲人，无我不断，即至无功，自性虚妄不实，即至无德，唯无我自大常清一切故，念念无间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，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，善之事，功德须自性内见，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。是以福德与功德别，迷人念佛，求生于彼，故人自尽其心。所以佛言，随其心境即佛土境，心地但无不善，西方去此不遥。若怀不善之心，念佛往生难道。今劝善之事，先除十恶，即行十万，后除八邪，乃过八千。念念见性，常行平直，道如弹指遍睹弥陀。世人自色身是尘，眼耳鼻舌是门，外有五门，内有一门，心是地，性是王，王居心地上，性在王在，性去王无，性在身心存，性去身心坏。佛向性中坐，莫向身外求，自性迷即是众生，自性觉即是佛，慈悲即是观音，喜舍名为四字，能尽即是家，平直即弥陀，人我是虚迷，邪心是海水，烦恼是波浪，
毒害是恶龙，虚妄是鬼神，尘劳是愚鳖，贪嗔是地狱，愚痴是畜生。心平何劳持戒，行直何用修禅，恩泽孝养父母，义泽上下相连，让泽尊卑和睦，忍泽众恶无宣。若能钻木出火，淤泥定生红莲。苦口的是良药，逆耳亦是忠言，改过必生智慧，护短心内非闲。日用常行饶益，成道非由失前。菩提指向心密，何劳向外求玄。听说依此修行，西方只在目前。